我们看这一题，我们来解这个指数方程。哦 ，B 号我把它画成一样。哦，这个是三的平方嘛，然后呢，4x 减5，然后把2乘出去，所以是3的 8x 减10啊。好，那这指数的地方就一样了，所以是 x 平方号，把这移过去，减 8x， 然后移过去，这是加上12等于0，那这交叉相乘11。62，所以哈 ，x 等于多少？6或者是2。